这一道新闻烟雾弹是用美国去骨牛小排加上蔬菜、红酒、中式陈皮，撒出精液，这道新闻烟雾弹灵魂在哪里？教我。是，我们只要把木屑放到烟熏箱里面。哦，烟熏箱还有呢？对，然后这个是柑橘精油。精油我来加。第一个三四滴左右就可以了。三四滴好了，然后嘞？然后我们直接点火。不是火枪吗？对。喷。哇。那等下烟。 烟雾就会直接打到里面去了，增加完香气，大功告成。最后我们会打入这个整体的视觉跟嗅觉效果会比较有层次。这道新闻烟雾弹是用美国去骨牛小排加上蔬菜、红酒、中式陈皮撒出。